是同一个声音吗？知道，他在过场，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等我在讲说，你可以帮我放那个简报画面吗？因为我可能想要对着看。这是他的，什么意思？我说这个简报画面是从他的，我只有他的电脑没有。对，喂。喂，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下吗？因为我这边还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我听不到你们声音，不好意思。你们听得到他的声音吗？开，不是开那个没有用，你开一下，开一下你的。哎呦，可以耶，好，那就那样。但是应该说你们在开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开声音就会重复录到，所以可以给我们一个就是说 OK， 那我就这边就可以开始放简报，就开始这样。等一下哦。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议程。OK。现在帮我看一下声音，他们现在看得到简报吗 ？OK 的话，可以就是传个讯息给我吗？可以帮我看一下声音。我是看到的。OK， 好，那我这边就开始讲喽。大家好，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议程就是受到 G0V Summit 2020的邀请，然后很荣幸就是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想分享的是性少数社群网站的建构经验，从边缘开拓出路。那虽然我们是如墨，然后今天来讲的是有站长我信，然后还有我们的助战作家 Von 跟马天娜。那我现在讲话的人是信，对，我是马天娜，是，然后但是我们今天会讲的会先从台湾的 PTT 的性别战役的经验，然后一路到香港女同志社群网络的文化观察，然后最后才会回归到台湾性少数情欲友善社群经验，所以并不是只讲如墨这个网站。好，那现在在情言的部分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下背景的说明。目前大家比较熟悉或活跃的网络交友社群平台，也不一定交友，就是社群平台里面的人，当然人就是这样嘛，以异性恋为多数，那 LGBT 族群里面可能能见度比较高或比较活跃的或是男同志，但不代表其他的，比如说女同志啊、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等等不存在，是存在的，只是他们会面临的压迫或是各式各样的问题是比较特别的。对，那这个特别是包括说我们面对的性别叙事框架有的时候会比较单调，或者说情欲经验就是你很难有一个混乱或矛盾的论述，那当你露出混乱或矛盾的时候就可能会被扣上一些帽子等等的问题。那我们希望会提供一些我们的社群经验，然后让大家了解我们是如何去思考跟看待这些事情的。好，那我们第一位讲者是我们的凤。大家好，我是如墨的专栏作家凤。那谢谢站长在前面的介绍，我们在这边其实就是想要谈说如墨它是一个网络社群，那我们在这边其实就是分别以 PTT 还有 Butterfly 然后去讲说我们自己在参与或者是观察这些网络社群的经验。那首先就是第一个是想要分享 PTT， 对于现在就是不知道来参加的群众大概是多大的年纪，那他其实这都是一个往前就是将近十几年前的一个骨灰级的历史，对啊，但当时就是对我们来讲其实每一次的战役都很真实哦。那 PT 它虽然是界面比较简单，但是因为它的推文啊回文啊这些发文这些门槛其实非常的低，而且我相信就是大家也认同就是 PTT 在建这个网络社群还有这种社群的集体认同感的这样子的过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之前还有那个像 PTT 乡民认同卡，所以就会想以 PTT 作为一个网络社群的一个案例。那我们说这个性别历史叫做
血肉模糊。那血肉模糊就真的是我自己是用 PTT 用的很认真啊，虽然 PTT 上面就是大家有个名言叫做认真就输了，可是当你今天你在使用这个看板然后读到很多言论让你感到受伤害的时候，你会想要跟他认真，但那时候就是又有人跟你说你何必认真，就是这是我觉得是性少数嘛，就是你在 PTT 里面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曾经拥有过的经验。那我们在这边是想简单介绍几个就是最经典的案例，那在这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西甲大战跟CCR 版的大战， CCR 版跟女性性版的战争。好，用战争来形容其实不为过，就 PTT 在战的时候就是会这个好网络他平常就是可能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发言嘛，但是所谓的战争他指的就是说当今天这个看板达到一定的量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那我们就是以战争这件事情来称呼这样。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分享是2009年的西甲大战，那西甲的西就是 PTT 的性版 sex 版，那甲呢就是 PTT 的 gay 版。那其实当初发动的这群人他只是一开始是因为他们是以男同性恋的发言来做这个言论上的扰乱，并不是真的由 gay 版发动，那只是因为这个群体是男同性恋跟就是 sex 版的群众，所以我们就命名为西甲大战。那PTT 他是讨论这里是西斯版的版规，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一行哦。PTT 站内讨论性知识、性爱与相关议题的版，所以其实广泛来说，只要是跟性有关的文章，都是符合这个版的版规的。但是这个版就是其实大部分都是由异性恋男性来就是来发文，那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就是以异性恋男性为主体的发出来的幻想，好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西甲大战的11月3号2009年11月3号当天晚上，一开始就上面还有什么西奶子公车啦什么，就是这种就是一般轻松的文章。那当天的发动呢是有三篇，就是关于同志大游行的新闻，还有身体及政治、身体及战场，还有赤裸 Oh My Gay 赤裸勇吻重提性权的这三篇文章放在这个版上。那大家那时候都会想说，哎，这个东西它是 sex 版该可以放的文章吗？那它怎么就这样子突然出现了？那在这三篇打响一个号角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又发表一篇，就是还有一篇就是叫做被干到社的经验讨论文。那被干到社这个还蛮明显，应该就是会是男同性恋者就是之间比较可以有这样子的话题或者讨论嘛，就在讲说，哎，你被干到射的经验啊，或者是怎么样刺激自己的G点。那当天其实大家都就是这个 sex 版常常在使用 sex 版的这些乡民呢，他们都有一些反应，就是像说，哎，这样往上吗？我要往下。都也反映说，哎，我们这个版就是它还是 sex 版吗？还是今天这是我们现在变成基佬之夜吗？变成男同性恋之夜吗？为什么就是版上就或者是说，哎，我是在现在的这个文章呢，我根本就受不了了。那有人说，你真的要证明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叫，还是我们就叫异性恋性版，因为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看到这些跟同性恋或者是干到社啊、牛郎店啊这些有关的文章，因为当时那天晚上是大量出现这样子的文章。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版主群的反应，那版主群的反应呢，其实大家版主群当时的三位版主，第一时间的反应，你看左边的那个娜娜，她的反应是说这里是性版，讨论性是 OK 的，只是带着性来争取同志权利，不甘打炮的事不要拿来说嘴，所以她是觉得这是同性的性当然可以，但是性版就是要跟打炮有关，像你讲什么性权啊、身体赤裸权啊，那个就不是打炮，所以他就是他无关 sex 版。这是当初娜娜版主他的第一个反应。那再来就是沙发狗版主，他是说只要符合西斯版主题都可以，所以版主他们第一时间的对于这个主题的想象，其实是对于西斯版的版址还有能不能有同性性文的想法，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他们也提醒说，如果版友不喜欢同性恋的文章，请自动忽略。那还有当时的熊二六版主，他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你不能干掉他，因为当时有很多站就是死 gay 啊、死男同性恋、死屁眼什么之类的这种很多的推文。那版主第一时间是讲说，我们是不是让同性恋的文来设定为同性，那
这个就是有一种避雷的效果嘛，如果你不想看到同性的文章你就不要你就略过不看这个标题。那西斯版就是如果我们那个我们如果只有男人的话就干脆叫 male sex， 这是当时就是有这样子的讨论。可是在稍晚呢，他在当晚稍晚一点时间他又发表了一个叫做全面禁止同性恋文，因为当时他们提出了这个同性的标题方案，但是当时对于这个运动的主张者他们认为说，那如果你真的要标同性，那异性为什么不用标异性，为什么只有同性要标同性，那同性进来这个 我也许会看到，其实在 Sex 版上我会看到很多让我不舒服的文章，但是并没有任何文章会是像同性文一样需要特别标这样子的防雷标题。那当时的熊二六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他说我吃排骨饭也不排斥有人吃牛肉面，然后这个排骨饭讨论区是十多年前就有了，他用吃排骨饭来讲说当时现在主要就使用 sex 版的群众，这里其实已经有个想象的共同体了，因为他认定在这个版上的既定使用者其实都是爱吃排骨饭的，那 你这个吃牛肉面的人不需要现就是突然而然的出现然后来乱。那他当时就是后来就是禁止同性论文，他引用的是版规十一哦。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三行，就是我们内容禁止乱伦、恋尸癖或性偏离行为等之鼓吹言论。那他说，那因为你的同性恋性文是当时这些版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他就是他并不是一个普及的性，他是一种偏离的性，所以他就用这个版规去处理。这个事件的后续其实后来还是开放性文了，其实到现在为止 Sex 版是可以开放性可以开放同性性文，但其实同性有讨论同性性文的需求的人并不会在 Sex 版，并不是因为版规的不允许，而是因为这个版的群众他们本身就是跟你一个同性性文的文章要发在 Sex 版，你的讨论的效益是非常低的，而且你的发文的门槛很高，这个门槛不是指的是你要上站次数多少或是文章打多长，而是说你今天发文你其实是很难在上面得到可以阅读跟理解的人，所以就后来就我们还是成立了 LGBT Sex 版。那这并不是因为 Sex 版不准 po 同性性文，反而是因为同志相关的版他们认为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同志的我们比方一定要在 gay 版或者是 lesbian 版上面谈性吗，如果我们想谈性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另外开一个空间谈性，因为可能像 gay 版和 lesbian 版我们 版上也有不想谈性的人，那我们就是另外开一个空间去谈性，所以反而最后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束。所以如果就是要为这个西雅大战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松动了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话语。那那在这边就是想我们就是稍微暂停一下，就想说进 PTT 我们其实我们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形容，就 PTT 每个版其实就像是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里就是有像刚熊二六版主讲的，就是喜欢吃排骨饭的或喜欢吃牛肉面的，聚集不同使用需求的群众。那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讲说你这里你不喜欢你请你右键出去，或者是你自己去开一个新的版。那在这里其实这就是不同的版面其实都是一些隐性的空间边界的轮廓。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西甲大战的案例到此告一个段落。这熊二六当时就是说吃排骨饭的人不需要被吃牛肉面的人骂。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吃排骨饭的人跟吃牛肉面的人他们真的能够一直相安无事吗？他们真的能够各自就是在自己的排骨饭的版面跟牛肉面的版面就是各自只好好的写好好的去分享自己对排骨饭跟牛肉面的喜爱吗？那其实在这个西甲大战过后的两年2011年对我来讲就是对一个女性然后深度使用 PTT 的人来说是蛮难受的一年。那 PTT 上面有两个就是以女性使用者为主而且跟讨论性啊爱啊关系这些为主的讨论版，那一个就是 Feminine Sex 女性性版，一个是 CCR CC Romance 跨文化恋情版。那2011年开始其实这个两个版它之前都时不时的会被站，我们讲被站就是说会有人在上面指责这个版的氛围，就是用
熊二六的比喻来说，就是指责为什么你们只吃排骨饭不吃牛肉面，你们为什么都只用你们想讲的话的方式来讲话。但可是2011年开始，就是有一个一连串的，如果你是这个版的使用者，你其实会有一种感受，是你被监控跟监督，你的言论会时不时都会有人来说，你就是只在你自己的房间里自嗨，那你凭什么？因为这个 PDD 是一个公共的场域之类，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好，那我想先以女性性版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个案例真的太多，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不特别，它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那我们在这边简单讲一下女性性版，就是它是以女性经验为主的有关性的讨论。那这个版就相对于西斯版来说，它会创造出比较有利女性讨论的氛围。那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些实际例子来看这个所谓有利女性讨论的氛围是什么。那当然这个版它没有禁止男生使用，所以男性乡民也都可以在上面正常的发文推文回文。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叫做匿名 ID 的方式，就是有人不想让自己的 ID 被公开，那他就可以寄信到匿名 ID， 请匿名 ID 来代替他发言。那这也是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更有利女性使用者使用的方式。那这里就是2011年9月就有一篇叫做我真的不想做爱的文章哦。那这文章其实大概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女生，她写她的心情，就是她因为曾经被强暴过，所以她没有办法跟她男朋友做爱，但她男朋友又有做爱的需求，而且就是有点是强迫的。她这里就写说哦，那个整个过程都让她非常的不舒服，那她的男朋友就对她就是不想做爱这件事情感到就是很生气，就会有一些冷暴力出现，那她就对此感到非常的难过。那这样子的一篇文章呢，她是在版上得到了蛮多的回响。那回响主要是有关她被性侵的，有版友分享她被性侵的事后的经验，还有就是说被男朋友强迫发生性关系时的心情的感受。所以这边就是会有人说，欸，你的遭遇跟我差不多，我其实就是我也有被性侵过，然后我后来也是跟我男朋友，我后来交男朋友也是有跟我就是比较强制的在表达他的性爱的需求。那也有一篇是想说，欸，看这篇勾起我几年的回忆，那我之前的男朋友也是性欲很强什么什么的，就是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引起蛮多的回响，就其实不止这两篇。那有人会提供说，欸，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做啊，或者是会有他分享他曾经知道的案子。那在这样的文章里面，我想说大家可以看想一下，就是我们在外面其实有个很显性的文本叫做不是不能干，只是不能给你干。那这个文本的生产者是谁？那他会在什么样的空间出现？那今天我们是有一群使用者在讲说，我真的不想做爱，但是另外一半想要。那这样的经验可以引发更多的一个真实经验，就是说不是只有我自己，而是有一种集体说，哎，其实我也是。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其实我也是。那这样子可以用女性自身出发的文本，她在哪里看到什么样的讨论环境才可以让我们这样的经验有机会在一个网络的空间上互动，然后彼此去凝聚一些集体的共同的感受。那其实这样子的文章呢，就是会有，就是当然会有一些比较有攻击性的推文，像这里因为版主就是有 M 文，就把它设为精华文，那就有版中推说 M3 小，然后当你男朋友可怜的要命。那当时版主他就是有一个说，请尊重，他有发表一个请尊重犯罪被害者的文章，他就把这些，就是他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踩线，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讲说，你这女的很贱之类，他就是明确的踩线。OK， 那但他今天是讲说，哎，但男朋友真的很可怜呢，你为什么不跟耶稣交往？那这种文章，他的语气很冲，但是他好像没有明确违反什么样的版规。那版主当时就以他当时的版规1-1-3哦，就是以对看板秩序造成威胁，影响其他使用者权利及阅读品质，版公自行斟酌处分。那这件事情后来就引发很大的风波，因为大家觉得说，你这个版主很像是霸王一样，这个明明就只是另外一个立场的想法，那你凭什么就是禁止那样子的声音？所以当时就会很多人就是推说，像是这里边就是其中一个，其实当这个事情闹了蛮久，然后就是会很多人会出来跑来质疑说，比方说不想做爱你就不做爱，那这还是性的讨论嘛？就是当然我们从女生角度出发就觉得这
很扯，但是这当时就是这是一个论调，就是为什么可以在性版上讨论不想做爱的文章，那或者是在讲说哦，女生都是玻璃心啊，怎么就是，然后只要我们发表不同的言论，马上就被女皇班主给水桶，这是当时就是很多很多的文章就这样说，这里是一言堂啊，然后 女生就是经不起别人说什么不好的话之类的。那还有一边还蛮经典，就是他就有点模拟，他就说我真的不想结婚，因为前原本的文章就是我真的不想做爱，他这里就写我真的不想结婚，然后就把这个性别角色对调。那当然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篇虚拟的文章，因为他就是模仿原文去回应这样子，就是假装一个男生的视角来讲说、哦、女朋友一直逼他结婚但他不想结婚。那这样子的文章就是你会感觉到一种你阅读时候也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是真的在分享这个经验，但是他又不是真的那么违反版规，但是他就是会让我们不利那个我们讲说的看版氛围，或是让我们可以觉得有一个安全的集体可以讨论的那种感受，这是当时我们所遇到的状况。好，我想说直接跳到，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案例、哦、那我们就直接先跳到我们想讲的这个网络社群，我们用 PTT 西甲大战还有女性性版大战的这两件事情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一个具有主体的经验分享，它当然不会只是一篇文章，因为像我们这边的橘色框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是希望就是女性的主体经验分享这个东西可以出来，它不会只是我不想做爱的这一篇文章就可以撑起来，它必须要就是有人会分享说哎，我有类似的经验，好，或者是我能体会你的痛苦，或者是哎，这我们有这样子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抒发，很好，它会是由这些言论去共同去支撑起来，那我们才会说哎，这个经验它才会不会是我个人的，而是它可能会有一些群体性，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群体这个想象的集合体里面得到安全感。那同样的就是我们有同质性的群体就会有异质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同样也会遇到哦，你男朋友很可怜啊，你为什么不出家啊，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啊，然后你对就是这种就是对于无法理解你的立场跟无法同理你或者是质疑你的这样子的言论。那如果我们中线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异质性的言论，就是我们一篇文章发表会有同理的人跟不能同理的人嘛。那只是在 PTT 上呢，我们通常一个主体的经验橘色，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主体是可以尽可能的扩大而丰富的，我们当然都不希望是单一的文本。所以如果今天像刚刚的那个红色跟蓝色这两边的这个言论，它如果是可以有一些机制让他们更均衡的去表达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共同去丰富这个橘色。就比方刚刚这个不想性侵的文章，那里面男性的视角他要怎么进来一起去丰富这个，当我们今天女朋友真的不想做爱的时候，作为男朋友你该怎么自处。可是事实上刚刚前面讲的这是一个理想，就是我们可以撑起一个漂亮的橘色，但是事实上呢， 我觉得我在 PTT 使用间是这样，就是那个蓝色太大了，而且它无孔不入且无所不在，所以当今天有一些红色有一些同质性的群体的那种经验主体可以出来的时候，它会马上被大量的蓝色冲散，所以最终我们理想的那个橘色其实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红色它没有一个 好的场域可以让它安全的彼此的聚集，就当今天它想要开始聚集的时候，它就会被言论自由啊或什么这些拿来指责说你怎么可以躲在这里，这我们这是公共的网络空间，你怎么可以有一群人躲在这里只说你们想要说的话。但是因为现在来讲他们这个比例啊或者是发表频率的强度实在是太不均衡了，所以就造成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结果。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 PTT 的这个不同的性别经验的群体相遇碰撞的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陈述。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交给马天娜，我们往下继续看另外一个网络社群，女同志网络社群的文化观察。Hello， 大家好，我是如墨的专栏作家之一马天娜。那我听得到我的口音，我不是台湾人啦，哈，那我是在香港的话，我是以一个粤语为主的关注性别小众的团体 Pride Lab 里面负责学术议题的。那因为在台湾念书，然后再跟如墨的合作，所以接触到这个以亚裔性小众主体而架构起来的网站以后呢，身为一个在台湾90后香港人的身份，我想就回顾一下自己就是成长地有类似性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做一个观察的叙述。那好，
那相信来看到我们这个这个分享的朋友们多少都会知道网络教育这件事情了。然后如果要快速讲一下背景的话，下面就是看到一些东亚华语女同志圈多少会接触过的一些交友软体的 APP 哈。然后里面的界面主要是展示使用者的分享的照片啊，他的个人介绍啊，可能会有很多 hashtag 或者是会标签自己是喜欢什么东西的，然后用家会按照自己的搜寻的范围，比方说距离啊或者是他的喜好来主要是以一种视觉的表现来决定要不要进一步的互动。好，那而我从以前在香港到现在用过的香港女同志的社交平台，过往都是以论坛的网页形式的，像 BlurF 左边你会看到的那个，它是一个论坛，在网上的论坛，然后可是它在中间都突然休止了，然后后来有一个叫 Lime 的一个网站的冒起，然后开始它这个网站你会看到它的截图有一个手机论坛版面的形式，然后一直到2013年Butterfly 这个手机 APP 就出现了。然后 Butterfly 这个 APP 是没有中文名字的，然后官方称它的使用者通常会叫为 Butterflyer 或 BTFer。 好，那你会看到那个主页的版面呢，除了有那如果这样子会有回音吗？好，这样子说的话会有回音吗？好，那我稍微调整。好，还会有回音吗？那比较好了。但是我们这边麦克风稍微更换一下，拍谁拍谁，30秒就好。喂，所以现在是好了吗？好，不好意思哦。好，那我继续吧。大家看到那个登入之后的那个主页的界面呢，除了有搜寻网友功能，然后最主要的功能就看到会有吹水、BTF vibes， 然后谈情说爱、交友这样子，也会看到会有点像论坛的部分哈。然后你会可以猜想得到，其实它里面都离不开是用户分享生活的一些资讯。比方说自己的自拍或者是一些情感上面的内容，比方说讲同志婚姻与家庭饮食之类的。稍等一下，好，那现在是好，我继续哦。好，好，我会再慢一点。好了，现在好了。然后我现在要讲到的部分就是那个Butterfly， 它会除了有自己用户自己产生的原创内容以外，它也会有增加一些就是自己弄了一个专栏叫 Vibes。 那这个专栏它会有一些跟用户相关的统计的资讯，或者一些跟这个族群相关的一些议题，比方说会有关于 Butterfly 有多少单身女生、职场性倾向歧视调查，也会向外界，比方说像跟我会有想要申请有转贴授权的内容。那除了一些我们可能蛮常见的，比方说推荐女同志电影、同志友善的餐厅老板专访，或者是陈雪的文章之类的，我们都会慢慢会在这边看得到。那比较
PTT、如墨跟 Butterfly 三个论坛之中，Butterfly 的使用者数量跟针对的课程是最小的，然后因为它的服务课程只设定为女同志。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Butterfly 的基本的资料。那我想要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以 APP 形式来营运女同志交友社群之时候会遇到的关卡，然后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谁是女同志，什么人可以进得来，什么人没有办法进得来。这边会看得到是 Butterfly 的用户守则的截图哦，然后你会看到其实这边有很多一些关于言论的限制。我想这边先说明一下背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其实会离不开是在关于 APP 的年龄限制，以及它放上那个手机应用程式上面的一个平台它给予的一个限制。那你会看得到他会很明显的写着说不可以有任何色情、不雅、猥亵或是让人家有不安的内容跟照片。这个是跟他我有跟管理者有在他谈论里面有讲过，说他有说其实这个是经过一段的过程之后不得不要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改，因为有 APP 平台上面的限制，他一定要这样子修改，不然就会有之后的一些我待会会提到的一些问题。那你可能会问的说不是很多人也会在其他的交友软体约到他想要的对象吗？那其实也是非常视乎那个 APP 的界面。如果是 APP 本身他有展示成人话题，或者是他的成人话题是限制于用户跟用户之间的私密讨论的题目的话，这就不完全是软体本身可以呈现的内容。可是如果是软体本身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栏的话，这就会归平台本身会管制的部分。对，然后 Butterfly 本身一开始是设定为12岁以上可以下载的 APP， 然后之后被设定要求设定为17岁以上的。然后曾经有 Butterfly 就是里面曾经有出现过一个叫18禁18 plus 的话题区，管理者就是被平台就是 iOS 跟 Android 要求要把那个区域下架，否则整个 APP 就会被下架。在没有办法申诉跟谈判的情况之下呢，创办人就在一天以内把整个情域的分区下架，才可以维持 APP 在平台上面的营运。那你可以看得到我给你看的就是这个短标题的这个截图，其实就是关于 Google跟广告上面的一个另外一个因素。那除了你想到就是本身它平台容许它营运以外，另外一个很影响到它营运的因素就是它的收入来源嘛。那没有大财团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它就只能依靠用户者点击广告或是浏览广告来赚取它的收入。那 Google Ads 是一个非常常用到的一个广告设置的平台的一个途径啦。那万一如果 Google Ad 知道平台上面会有展示性相关的内容，就会出现在这些改成这一种的广告，然后他就会可能会先跟平台的管理人去处理，否则就只会下这样的广告下去 Butterfly 或是在其他 APP 上面。曾经有出现过一些表明自己是男生的用户刊登文章哦，然后之后被一众的 Butterflyer 形容为狗公啊，狗公的意思在粤语就解释为渴求女人和性爱的男人，因此在论坛直言要找新伴侣的用户呢，曾经都被列为是男性。对，所以尽管后来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用户，她都会说哦，我要刊登可能想要去谈到寻找性伴侣，或是我们会俗称 SP 啦。然后也会有网友里面是引用刚才说到的用户守则要求放弃，或者是说像这一种对话说如何 decent 就去造 SP， 就是要体面的去征求性伴侣。然后最后的目的呢，就是为了Butterfly 不要被下架。那说到引用用户守则规条，也会延伸到使用者身份跟性别现代性别流动上面的矛盾，也就是第二条问题，谁是女同志呢？
好，现在你们会看到的就是Butterfly 在 APP 平台上面的介绍，他就很明确很清晰的是说 Butterfly 是香港最大的女同志论坛，然后欢迎18岁以上的女性加入这个 Lesbian 专属的 APP。 那你就会想说，诶，那女同志还有身份谁的吗？大众对于女同志的定义通常就是顺性别生理女性，喜欢顺性别生理女性，然后 APP 用户很常就会使用引用这一段在平台上面的介绍跟用户守则，在然后跟写这些守则跟介绍的管理者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协同的效应。在理论跟实践管理之间的存在会存在落差，也限制性小众是网络社群的功能。我们看一下 他这样子的描述哦，就是其实你要想到什么叫女性的时候，你开始会有一个矛盾，就是他形容的女性是怎么样的女性呢？那不能进来的其实就是女性以外的人。刚才提到关于公狗这样子的一些讨论哦，除了生理男性的用户，其实有出现过非生理女性的人，然后当中也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例子，就是说承认自己是男儿身的伪娘，在登记用户贴文的时候会得到几个回应，通常他都会引用守则来劝退楼主来离开这个论坛。那访问之中，管理者有表示官方的定义是自认同女性的人，可是回到实际的论坛版面，版友都会带着情绪的回应，反而是版主列出一个比较政治正确的方式去定义女同志，因为里面会出现生理性别非女性但自认喜欢女人，或者是尚未确认自己 是不是喜欢女人的用户，这就是不符合版友眼中定义的女同志框架，就会出现现在框框里面的那一种，就是说我是善意跟你说什么叫女同性恋者，就是女性身份都会喜欢女性身份，所以你就不要来了，或者在右边请自行抵拉谢谢，或是说你根本就在牛排馆去找和尚，这样的一些言论。也许对于过往不容易去找到网络的年长女同志们，如此的网络社群可以给他们人生交友或是性向探索的契机。其实有一些关于 Butterfly 的学术论文会提到说，40岁以上的女同志用户认为在这个地方可以给她一个抒发的空间，也许他们可以分享到自己经历过异性婚姻后来重新探索同性倾向的感想跟情况，也里面也会有人分享原创的女同志小说，也会有很多人去就是当粉丝给好评。一边上 Butterfly 其实造就了所谓的安全空间，让同路人可以在一个 不必要公开自己身份的空间去抒发自己的意见。另一边厢，也就是大家都想要保护这个空间的原因，在界定用户性别身份的时候会更巩固非我族类的排外心态。你会看得到这些题目，比方说你什么话想说呢，你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拍天通的习惯，这样的一些接龙式的话题题目呢，我们回去到刚才我说的那些生活的话题哦，当中其实很有很多抒发个人心情的主题，就开始会有接龙的现象，大家就好像看连续剧一般，一季接一季，然后里面你会看到有上载图片的，讲一两句话的，一两个字的。然后有，如果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新用户进来的话，看到最新讨论页里面一句一句看似没有互动空间的句子，还有活跃用户一口气投稿回应几篇贴文的时候，多少会产生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尽管是符合女同志身份的用户，也不太容易开设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讨论，所以加上会有用户会以守则作为终极的论据来判定可疑的性账户或者是一些可疑的题目的时候，就会助长一种不同理的谈不拢就不离开啊，慢者不送的现象。在环环相扣的同理社交平台影响之下，其实这样会有可能会产生更捏层的同温层效应。用户其实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对性别小众不友善待遇和空间，回到 Butterfly 这个安全地带，其实可以分享他生活的议题，可以跟一圈的圈内人去讲家常的事情，然后其实因为家常的事情也是占这个 APP 版面的大部分的比例，所以其实真的想要认识女同志生活的人，或者是刚进这个圈子想要了解多一点的人，即使要贴文其实也不容易维持这个这样子的氛围。
刚才我提到 Vibes 是管理层自己创立的一个原创的一个专栏，其实他会引用一些新的本地的消息，香港的消息，然后他最近也会在 Instagram 开设一个账号，然后开直播，或者是有多一些就是名人的访问。可是这样的话，尽管有开展一些更多范畴的谈论，也不容易增长新用户的粘着度。跟创办人跟创办人其实 也就是版主啦，跟他访谈的时候，其实他有提到说，原本设立 Butterfly 就是要为几百个香港女同志创建的一个就是塑新生的一个平台。那从2013年到现在啦，也其实可能是因为资源跟资源想要做这种事情的人其实也没有很够，然后所以也没有就是另外一个新的社交平台。在完全没有会动摇而且越来越严格的平台网络内容管制，还有实际上的管理成本上面，一个为了初衷而创立起来的公开网络社群平台，其实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面的限制跟间隔。现在观察到的就是使用者喜欢看的话题就维持，然后缺少稳固跟规律性的管理，就会出现现在大家有看到的，就是说哦，不如就是把 APP 变成收费了吧，那里面的人不就是变得更好吗？你要付出才可以进来。最后这一个分享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也是一个思考的就是想要大家给我一些回馈啦。这 Butterfly 这个论坛的界面其实凝聚了一群同道中人没有错，可是凝聚到是怎么样的力量呢？这样的力量其实对于运动之间或是在香港或是区域里面的那个性小众的族群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里面的人当然可以就是说尽诉心中情啦，可是这种力量就是除了会其实也会消耗版主作为观察者跟管理者，他要抽空管理安排文章把违规的文章下架以外，还有真的很现实的营运成本。曾经面临过结束违界的 Butterfly 一路听到就是用户时不时会提出收费制度而排除非我族类的加入，这是加入商业的成分是现代网络社群的唯一出路吗？那这张图就是我现在今天最后的一个简报，然后分享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 QR Code 跟 Slido 跟我们去有一个交流，谢谢。Hello， 稍等我一下。好，请问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吗？好，大家好，我是如墨站长信，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性少数情欲友善社群的经验。首先一开始我会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就是现在要建立社群其实并不难，你脸书啊，你有粉丝团，或者说很多东西都可以使用 IG 账号，或是说 Line at 等等。那或是说有些人会编辑生命故事帮你征友，你任何人现在立刻马上都可以开账号建立社群。那我们算哪根葱可以来这边讲话？对，那这个我现在没有给大家一个所谓的答案，那我会想要先请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你们会看，现在大家应该会看到是三个圈圈，然后这三个圈圈分别代表着性、女同志等等性少数网络社群，然后每一个圈圈的领域，它所涉及的问题本身已经很值得研究了，然后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会产生新的问题，然后大家会想出一些策略来解决它，然后这些不同的领域里面交错的核心的困境，就是如墨正在处理的事情，正在面对，正在也还在思考，还未必有一个答案的东西。好，
首先先跟大家说是说第一个大圈圈是网络社群，大家还记得刚刚上一圈我里面有提到一些点，包括说最大程度捕获注意力啊，流量最大化等等。那我想说网络社群的演化，我们从就是旧时代的 BBS 论坛到部落格，部落格大家可能会想到无名小站、天空部落，这个应该就部落的年纪，然后到现在这应该是2010、2011、2012、2013开始 Plurk、脸书、IG、Twitter 等等，然后到现在的交友 APP， 大家就会想到是以 Tinder 为首的左滑右滑交友模式。那这样子的演化，它的挑战其实是在于这三者：一，资源越来越普及，网络越来越方便，你要发言，你要操作一些东西，门槛越来越低。然后当越来越多人进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所以就会有冲突，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亟待解决。然后在这之间也会牵涉到平台的营收，因为平台不会从零开始，它应该说它不会是没有养分就可以生存，它需要养分，所以营收一定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经营策略就是目前会觉得说现在大部分的经营策略可能会用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让人感觉方便舒服，然后就是 A 的部分， B 是要兼顾盈利。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让人家感觉方便舒服呢，可能会有几种方式。一，快速随发随抛现实动态，然后让你变得很简单，然后字数不需要想太多，就是甚至你打太多字会被说系统已经超过字数上限，你只能打70个字，你只能打150个字，这样它的资讯量是偏低的，一点都不复杂，而且可以快速大量的产制。像大家前一阵子可能就有听到的 hashtag challenge 跟，然后这种东西会很快的引起你的跟风跟共鸣，让做决定跟判断还有发表言论变得非常简单，不需要经过太多复杂的思考，这是第一个快速的部分。第二个是视觉化，视觉化是就是大家很简单，就是那个照片啊影片啊，习惯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叙事，像很经典的就是 IG， 然后还有现在的抖音等等。然后再来是客制化跟个人化，这个部分就大家应该会很熟悉的，在座应该会有些工程师，是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它透过某些方式去找出你有兴趣跟你有关的人事物，加强加强再加强，让你非常舒服，让你想留在这里，因为留在这里越看越舒服。然后还有相对搭配的是封锁、屏蔽、拉黑等等功能，遇到不舒服的东西吗？不要紧张，马上让不舒服的东西让你的事从你的世界彻底的消失。好，这是让人方便舒服的策略。那另一个策略是兼顾盈利，平台需要活下去嘛，所以它需要流量最大化。那流量是多数商业模式的基础，所以商业追求流量最大化本身是并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是平台会需要最大程度的去捕获注意力，所以社群平台的话题跟内容最好能够是以短时间内能够凝聚最多人、最多点击、最多注意力、提高触及率、粘着度等等数据，让广告行销资源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那这个本身也没有问题，棒棒。然后再来是演算法的部分，以个人偏好为基础的广告商业模式因此得以蓬勃。大家现在应该马上可以想出的例子就是 FB， 因为他知道就是我们就是说搜寻个什么，然后搜寻个小狗的玩具，哇靠，对，就啪一整排的小狗玩具的广告这样跑出来。然后大家应该会有多多少少看过 Netflix 里面有一部电影叫做《智能社会》的 Social Dilemma， 它里面提到说，里面工程师说这样子的演算法的人为是建构在操弄之上。那今天这个 A 跟 B 让人方便舒服跟兼顾盈利彼此是相辅相成，互相联动，难以切割开来，它是相辅相成的。好，那这个东西它会有什么策略？接下来就要谈代价，它的代价是很容易产生社交孤岛以及玻璃心同温层的倾向，因为大家都想要舒服，没人想要不舒服，所以我们越来越习惯的去被喂养和制造出让我们觉得舒服的内容，一旦出现不舒服就屏蔽封锁不要看到，然后演算法不断推荐我们让我们觉得舒服的东西，然后就养大这个宠溺的循环。那这边有一句话就很经典，他说毕竟我们都身处一个一边倡导价值多元却又一边不断重复强调正确答案的畸形社会。然后大家照理说现在我们封锁很方便嘛，看到不舒服言论我就封锁，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家会看到有那种强烈的检举潮，出现什么大家觉得不 OK 言论或事件的时候，我们把它检举爆让它下架，所以那已经不是自己不要看到，它不只是我自己不要看到，我希望这世界上人都不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所以到底是真的可以舒服吗？那我只能说我们都在这个循环里面
搅动着，我们都是被社群平台养大的怪兽。好，那我又再度出现这个三个圈圈图，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那为了时间关系，我就快速的直接谈到说每个圈圈交界的问题点究竟是什么。第一个我选择的交界可以看到右上角是网络社群跟性的交界，那这个交界会有什么问题？他遇到的困境是说网络社群人就会有谈性的欲望，所以就会遇到性骚扰、性侵害、性犯罪，然后也会有也因而生的商业化的性服务跟性交易。那现在大部分事情主流策略是全面禁止色情。好，那在我们这个同婚元年开放的年代，大家都知道讨论性的内容创作其实是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积极正面的去讨论性，很多 YouTube 影片啊 Podcast 啊都会用很多就是哇这个标题感觉好酷要点进去看这样。但是呢与此同时你会看到一些知名的性别或女力品牌，他们的 slogan 是说我们情欲友善，情欲是可爱的干净的，我们希望鼓励正向健康良好的性跟亲密关系讨论，可是我们不约哦，不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主流的社群平台都是怎么面对性这件事情的。这个在我们的Slider 连结上面都有连结，那为我们时间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个点进去叫大家看法条啦，这太浪费时间。想告诉大家说 Facebook、Instagram、Perk、Dcard 全部都是原则上是禁止色情的，然后有一些会写说禁止促使他人为性交易之讯息，然后在法律方面其实对于什么样的讯息会是促使别人性交易，这个其实有过蛮多的争议，今天也不再赘述。然后像我们这边就讲到交友 APP 的话， Tinder 大家应该很熟嘛，然后 Grindr 是那个男同志的交友 APP， Les Park 是女同志， Butterfly 是刚刚前一位马天娜提到的香港的女同志交友 APP， 他们清一色的都是禁止跟色情相关的东西，甚至有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哦，这样。好，我会不会讲话太快？还行哈，好 ，OK。那我就想要问一个问题哈，可能我在几年前我会很生气，然后就是说可恶，你们都不让我谈性，太可恶了。那我后来自己独立架站之后，我就会开始思考说，与其去就是去生气这件事，不如去思考我们要营运一个真正的好好讨论性，然后甚至是容纳性邀约的一个环境，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跟成本，那这样子的平台要负担什么风险。然后我的经验告诉我说他可能会遇到这五点甚至有更多的风险，那每一点都非常值得讨论，我们不会深入讨论，只是稍微带过。跨国平台对于性交易的内容管制政策是不同，例如说在荷兰那边性交易是 OK 的，但是即使是 OK 它也会限定说例如说特定的区域用什么样的形式，然后会有一定的机制去运作，它不是你要怎么样就可以随便怎么样。那在台湾目前性交易是你有做性交易的话它是在性专区内是合法，但是并没有任何县市成立性专区，所以它的罚的程度会是行政罚，就像你路边被开一个罚单那样子的性质，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处罚，它还是违法的。还有骚扰跟性犯罪在平台上出现的时候，它在管理是很困难的，以及当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会感到愤慨或愤怒，所以其实很容易暴走。那个暴走是像大家可以想象公审啊，然后就后来发现糟糕我公审错了，或者说私刑，然后私刑牵连到无关的人士，这个都是有可能的。然后以及性跟色情内容相关会带来庞大的流量，但是它也有相伴的法律的高度风险，以及商业模式在运作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在台湾是很可能动辄违反儿少防止性剥削的条例，这部分真的一直都是大家是很难去承担这个背后庞大的代价跟成本的，它是有它的道理在的。那我也想要谈一谈说谈性的人只有谁呢？我想大家现在应该脑中会浮现很多你看的 YouTuber 啊 Podcaster 啊或什么的，但是其实有一些账号或一些粉专一些 IG 页面在你没看到的地方它被删掉了，它被下架了，它被消失了，然后这些多多少少有一些里面是很明确跟色情内容有关的。那我们讲到色情就排除，可是其实如果你去细看里面的内容，有一些很可能真的是健康正向的性讨论，只是它或许有一些争议或者说有人检举，所以依据平台的法规就必须将它下架，所以我们能够谈论性的空间是很少的。那由于现在社群平台的界面设计，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备份习惯的不是工程师背景的麻瓜，我们被删账号之后，那个很可能是好几年的记忆跟心血就直接凭空消失，什么都没有留下。那我会想问说色情就是不好，
健康弹性很重要，可是谁来定义什么叫做健康弹性？什么样的言论跟表现方式会被划入不好的范围？谁来做这个决定？谁来判断？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到现在也还在思考。好，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然后第二层我就要来谈说交织的困境里面是女同志跟网络社群之间的 交接在一起。女同志是人嘛，网络社群它是一个工具，一个平台，一个界面。它的困境跟问题在于说，女同志社群希望被看见，但是希望被看见，我们孤单嘛，我们想要找伴，无论是找朋友或找情侣找伴侣等等，我们希望被看见，但是我们同时也会渴求安全感，我们希望感受到安全。那现行的主流策略是身份验证，就是拒男。我想要被看见，可是我不想要被侵犯，不想要被骚扰，所以我拒绝男性。然后这会有一些衍生的变体，包括拒绝跨性别，拒绝双性恋，拒绝 T、哦、这大家可能会觉得会有点新鲜，但这是真的会发生的。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流女同志网络社群都怎么做。大家可以在脸书社团脸书的搜寻打女同志社团之类，就发现啪一整排禁止男生进入，生理性别限女，拒绝性别无法辨识者。好，然后用户守则我就不多提了，基本上女同志社群的主流共识都是拒绝男性。不好意思，听得到吗？好啊好啊，可以可以，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就直接跳到 Q&A。 可以，谢谢主持人的提醒，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正在切，请稍等我一下。好，我们这边看呢，目前有两个问题，对吗？第一个是来自 Zito， 两个都是 Zito， 第一个是除了橘色圈圈的图是那样子。我在碎碎念思考这个问题，应该是要问 Von 对吧？就是我们原本有一个，我把那个切回去。是这个图对吧？我们理想中是这个状态，但是现实却是这个状态。可惜，因为我觉得后来站就是新站长在谈的，就是我们因为声量的差异造成，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橘色圈圈会裂解嘛。那其实，PTT 它当时的这种情况，它其实有一些原因，就比方说，大量的原本完全没有在使用那个看板的人，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跳进去，然后宣称说。这 我也有同等的使用权，就是一个在上面发表了100篇文章跟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的人，他的怎么讲，他的使用权是一样的，他可以随时进来，然后因为他们有数量有压倒性的优势，就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其实像刚刚最后如墨我们在谈的，其实也有一个往回在讲说这个状况，然后我们也许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场吗？对，其实我们有在讨论，也许有其他场，就是这是可以，我们觉得这是可以透过一些均衡，第一个是技术上操作嘛，可以让他有一些更均衡的发表言论的一些 可能性，但是当然实务上会非常的复杂跟困难。那在第二个其实是回到说我们这个群体他本身的能力，就是他本身的能量，就今天如果他本身的能量够的话，橘色的东西他原本就够强的话，他是可以抵抗蓝色这样子的框框的。对，但这边可能会讲的有点抽象，因为这个确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这个观察，但其实
如果真的有个很好的解法的话，那他应该就会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就是网上就是蛮我们是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解法可以作为一个答案。好，那我想第二个问题应该比较适合是我来回答，是说当 inclusiveness 与商业利益社群经营冲突的时候会如何处理与权衡。我想你想问的应该是我的部分对吧？我是第三个部分，等我一下哦。我觉得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告诉你说哦，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可是我在我后面很大一部分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我想说的是每一种策略都有代价，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告诉你哪一个策略是最棒棒，可是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个代价，也不能够以为只有一种模式才是可以的。刚刚我前面有提到的部分，大家已经看到网络社群他们在面对性的时候，他们处理的方式是禁止色情。我可能过去会很生气，但是当我开始以一个网站营运组的方式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你是会触法的，你会损失很多商业利益，甚至你可能背景很硬也不一定。所以我下面还本来要谈的是说女同志网络社群的策略是包括巨男巨跨巨双巨体，然后它的代价是什么。至少我们在做每个行为的时候，我要在我的bio 上面字介上面打上说我是女同志，我要巨男，我必须知道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不能对这个代价视而不见。是，那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 OK， 有人又现在快速提问了一下，我们因为主办单位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提供让我们多到十分钟，所以我现在应该算还有六七分左右，那我还可以再回答第三位的提问。他说想要听刚没讲完的部分，我们对于社群封锁其他部分的人跑到社群里面进社群是什么看法。我有点不太抓得到你想表达的部分，就是类似封锁男生啊什么。我们对封锁男人的看法吗？对啊，就其他社群的人，就是首先哦，好，那我直接切到这一页，大家有看到这边是我们四之二想要谈的，如墨可以提供什么反馈？例如说主流女性主义现在网络上他们想要去建构一个共同敌人，就是恶男。然后这个恶男你其实可以很清楚去想象，例如说异女遇到骚扰，然后女同志也可能会遇到恶男的骚扰。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他进入到女同志社群，然后他容纳了一些变数，例如说女同志社群里面有不同阶段的跨性别者，男跨女，女跨男，那你要把它归类为问号男问号女问号跨问号，你就会发现很难切。以及当你这个社群是容纳性邀约的时候，我提出性邀约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是等于恶？那怎么样叫不恶？那会不会你的恶是别人觉得哇好性感我喜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空间去谈，那我们怎么知道如何去建构我要跟别人怎么互动？我会进入一种很紧张的状态，我好害怕我要跟别人做邀约的时候我就讲错话做错事，然后就哇被公审。对，那已经不是被封锁，那是会被公审。所以我觉得如墨，因为如墨这边特色可能前面还没有机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是我们这边是并没有把拒绝生理男性当成我们的条件，我们这边并没有拒绝生理男性，可是也不是说哦你生理男性都可以无条件无限制的进来，那个界限的拉怎么去拉吼？我们有包括我们的社群是有包括不同阶段的跨性别者，然后也有包括双性恋女性、酷儿、无性恋、泛性恋。那像我刚提到的无性恋、泛性恋、酷儿，他就会有生理男的酷儿啊，当然会有啊。然后里面的人当他们在提性邀约的时候，他们会有不同的形式，然后也会有人遇到不舒服的事。可是这些事情如果是有一个平台、一个灰色地带的空间，让大家在我要去警局按铃申告，不是这样申告，对不起，我去警局之前，我要去上法院之前，我要公审之前，我可以稍微缓冲一下，思考一下，是不是别人有跟我有相同的经验？那他是怎么处理的？
那方式是只有一种吗？还是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多种？那哪一种比较适合我？我的条件选哪一种比较好？有这样子的空间讨论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嗯，好，那我们现在还剩三分钟左右，应该时间是还来得及的。那我最后就想要把我们的 PPT 拉到最后面，稍等我一下。好，大家其实 Google 如墨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然后以及右下角有一个 QR code， 你拍照扫描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如墨主站，然后里面也有社群。然后我们其实试图在建构一个新的路，这条路是如果不惧男，也不去切割色情，不去切割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能性去建构一个真的是容纳一些不舒服，但是却有办法有深度的、有质量的去讨论性的空间，而不是大家想象中色情就是好脏、好乱、好讨厌，然后就一定会侵犯到别人。因为我们作为人，我们都会有性需求，无性恋他也会有，有些人会有亲密感需求，那个需求内容它的质地是什么？我觉得是很需要一个地方聚在一起好好讨论的。嗯，那这会是我们今天的结尾。然后我再次跟大家抱歉，虽然我们是很认真的租借了录音室，然后也有 连网路连线有先确认过，但是没想到现场收音还是出现状况，真的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语音或许表现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讲纲细的内容我们之后会公布在如墨的社群里面，会跟大家分享。那也非常欢迎，无论你是不是生理男，都非常欢迎你，就是我们就事论事的来好好的讨论这些事情。嗯，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可以告一段落。哦，看到了，稍等一下。本次居零年会有一个 code， 然后他是说，我们现在打开哦，等我一下。行为准则。我怎么看待呢？我现在我觉得我看待的态度就像是我刚刚切到那几张跟大家分享，现在网络社群面对性这件事情它的困境。因为他的困境就在于说他会有风险，而且今天 G0B 的场合它是一个开放公开需要好好的讨论，而且它的主题不是性啊，他今天讨论主题不是性，而是比较是开放自由开源释出东西为主的，性不是他的主题。然后再来是我们今天释出的内容会有未成年的人看到，所以我们就受到现行法规的限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制定这样的准则，说它排除性或许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说就是哦，大家都要开放，就完全没有受任何限制的随意的发表，而是你要看到 G0B 这个组织它背后它所承担的，它收到国家的资源或者收到民间的赞助或等等，那它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它必须做出这样子的准则，然后它要维护这么多人的讨论品质，这个管理是非常艰辛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这样子的准则是不好的。希望这样子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有人说主题不错，感谢分享，谢谢。然后也非常欢迎之后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关注我们。那我最后再切到最后一张，还是可以扫 QR code， 也可以就是搜寻，在 Google 搜寻如墨就可以找得到我们，是相濡以沫的如墨。好，那这边就刚好时间差不多，就交给主持人，谢谢。